主席，立院同仁们大家好，本席及本院委员陈振湘、邱文燕、王玉敏、杨玉兴等21人，鉴于活化政府资讯、鼓励民间组织跟个人运用，是扩大政府施政效能、强化民间公共参与的重要方式。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为了活化政府资讯，常常编有预算开发各式应用程式，以便民众使用，但是部分的城市的使用效率非常的低，显见政府在开发城市之前并没有周全的设想民间的需求。反观国外，例如新加坡，为了政府公开资讯的使用，常常以举办竞赛的方式广邀民间开发各项应用城市，反而较能够贴近民间的需求，而且可以以最小的费用利用民间的创意，创造多元的政府资讯利用的效能。为此，建请行政院立即检视相关单位开发政府资讯应用程式之必要性，并参考国